小明。嗯，然后呢？小明没听到。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有搞笑。哦，那你知道小狗和小猫背单字谁先背完吗？嗯，小狗因为娃娃先背吗？错，是你先背完。这个不好笑。哦，又不好笑了。你每个都不好笑，你为什么给我唱反调？陈倩，你是什么？是因为你在两岸问题上面，你在台独问题上面，你在意识形态上，你一定上反调。是说，感觉今天你在跟我们唱反调哎，洛生一直塞车。哦，对啊，后面的车子叭叭叭，超吵的。最近新开一间冰店，要不要一起去吃？好啊，我最喜欢吃冰了。那你知道店叔开的店是什么店吗？十字架？错，是咖啡。你好了啦。哦。哎呀，你洗澡洗多久啊？半小时以上吧。为什么你们都洗那么久？我只洗十分钟哎。真的。对啊。哎，你是不喜欢隔壁班的戴眼镜啊？还有我戴眼镜。你不要乱说。哦，那就是有，我要去跟别人说。哎，不行啦，嘘。教官会生气哦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那偷偷跟你说，听说隔壁班的黄玉明跟黄白在一起了、欸，真的假的？黄玉明不是有女友了吗？哈，这太真了吧！什么急转弯的？